Muslim Majlis， 谢谢我们的代位主席曾家恩同志，不中的老虎，少大的高秉星，大马律师公会前任主席拿督杨应波律师，我们在场的几个州议员严碧珍同志、彩彤同志、苏琪同志，各位。 新山的兄弟们、姐妹们 ，rakan-rakan perjuangan yang saya hormati, beli yang kali, dah yang kali, sekali, yang rukun rumah menteri di MPR itu. 各位新山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来新山演讲了，大家好吗？今天6月5号，明天6月6号，6月6号是阿公的生日。 今天6月5号，我们的手下阿基哥就送了一份礼物给阿公。什么礼物呢？今天早上老马去拜神，拜神一定要有祭品。本来想拿鸡拿去供祭的，哪里知道马来了，鸡就跑了。现在马来西亚最红的电影，英文叫做 Massage， 华文叫做马杀鸡。老马。 老马要杀鸡，为什么老马现在要杀鸡呢？因为老马知道，如果再让阿基哥继续领导国政，到2018年下一届大选，那基只会带国政去两个地方，第一去荷兰，第二去富贵山庄。所以老马知道，国政一旦倒台。 全部来清算的话，可能老马要去苏麦布洛金建的酒店，要从2018年做到2098年。所以老马不偷鸡，他自己知道马杀鸡，鸡不死马先死。所以各位，今天早上你就看到了，马来西亚还没有一个首相。 难道他命，你那些多兰帕多代志，第一爱就是波兰帕。我们马来西亚现在就是有一个波兰帕的首相。来编一些故事。他说他不敢出席，因为总警长下令他不可以出席。朋友，总警长是听谁做事的？总警长的老板是谁？ 首相对不对？是总警长比较大，还是首相比较大？没有理由鼓励，鼓励还干，还搞，要教老板怎样做的吗？老板讲你别跟我做，干不了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不能下台，就找总警长来下台，叫总警长开记者会。其实不是首相不想来，是我决定不给他来，这样我们请总警长做首相算了，对不对？ 你相信吗？而且我问大家 ，I ask all of you， IGP say it is unsafe， extremely unsafe for Najib to be present at the nothing to hide forum。 I ask you， did Mahathir bring mass destructive weapon？ Did Mahathir bring C4 to the forum？ 有人拿 C4 去 forum 吗？有人拿这个？ 武器去到今天早上的那一个论坛吗？哦吗？对不对？有的只是什么掌声、鲜花，最多有人不爽不两声，对不对？有人不会死掉吗？不会死吗？今天那些不敢来 ，nothing to hide now become everything have to hide，including himself。不止我们 BTC 啊，古扎兰贡啊 ，BTC 是博塔切，人家现在是 BTS，BTH 北达汉。 不是我们北达喊，柔佛州的摄政王今天下午也在他的 Facebook 说南京叫南京下台，你们的公布伊斯麦也看不过眼了，他说还没有看到一个这样波浪趴的首相，人家叫他来名正放大大，dialogue with PM 出现的不是鸡，是老马。
就是因为 1MDB 本来的名字是 One Malaysia Development Bank， 现在不是了，现在新的名字是 Satu Malaysia Dalam Bahaya。 因为马来西亚还没有看过 58年， 还没有看过有任何一间公司成立短短 5年， 钱是没有赚到， 欠银行就欠了 489亿。 朋友，你以为欠的钱好像不关你的事哦，反正钱是他欠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1MDB 的钱欠的是政府担保，政府担保就是你来还，黑狗偷吃，白狗当灾，纳吉借钱你们还钱，他489亿一破完蛋，你们就帮他还，今年还不完，你还不完，你儿子还，儿子还不完，孙子还。 这就是台湾人讲的，那就做的第一件事，再留子孙，祸延后代。所以他做什么好事？第二，为什么他不敢来？我问大家，他把吉隆坡最值钱的土地，叫做扎兰硬币，扎兰硬币后面那一块地，是全吉隆坡最值钱的黄金地，没有了，整个布吉槟档只剩那一块最美的土地。 他把多少钱卖给1MDB？一方是60块，然后1MDB转手卖给大丰哈基，一转手卖60块卖2774块，一块变43块。原本那一块地，如果以大丰哈基的价钱来算，加上硬币那一块地，值得860亿，他卖给1MDB。 20亿罢了，害我们政府账面上损失了840亿。各位，如果按你后看，为什么这个地不要拿来公开招标，让罗布州的公司、全世界的公司来招标，所有的钱放进政府的口袋，我们的这个 Brie Laswa Satu Malaysia Brie 不是给950，每个人可以分到9500啊，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公开招标？因为他就是，所以他今天不能回答。老马问他，他不敢来。好好一块地，本来是2000多块，他60块卖给1MDB， 他怎样解释？什么行情？讲不出来。第三，你说 1MDB 有没有问题？有。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跟你讲，现在这一笔账做到没有人会算，这一笔烂账没有人敢做 auditor， 一间公司才成立6年。 开始的时候，那个 auditor 是 Big Four， Ernst and Young， 每个人都认识 Ernst and Young，Ernst and Young 做到不敢做 ，resign， 卖走了，然后快叫第二间，什么人来？找了第二间公司叫做 KPMG， 也是 Big Four 最大的这个 accounting firm。过了2年不到 ，KPMG 不敢做啊，没有人敢做这一笔账，也 resign。后来找到谁？找来找去找不到人。 现在的 auditor 是谁？现在的 auditor 公司名叫 Deloitte， 他的 executive director 就是 Najib 跟大老婆的儿子，老子做主席，儿子来帮他查账，查来查去，左手查右手，右手查左手，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说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6年换3个 auditor？ 还不止换好你的， 连CEO 都换。CEO 从前是当到下落，做不到几年，现在换一个新的，叫做阿鲁干的恩德萨米。
从中东请回来做 CEO， 朋友，人家大众银行当时的郑鸿标从1967年做 CEO 做到今天，50年都不用换，因为公司没问题嘛，管理得好，股东有钱分，公司有钱赚，换什么老板，对不对？就是因为公司不顶嘛，这一笔账烂账不能算嘛，才要换 CEO，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些 CEO 呢，他不是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他们这些是专门给他做 Chief Entertaining Officer。 哎，各位 M1 MDB 啊，不只是这些问题，他说哇，你看他，你们不要讲我，我公开账目420亿，原来是这样来的。我告诉大家，你看他的账目，他说财政开支45亿，什么财政开支？请了喝茶？ 请了喝酒啊，上亿总会啊，叫鸡啊，要花到45亿。你的公司做什么生意啊？去年还亏了6亿5千万，财政开支要花45亿，花什么钱啊？45亿是多少钱？你知道没有？整个罗富州州政府的储备金啊，都没有45亿啊。他一间公司啊，花了这财政开支，分那个口，这一个叫去银行借钱，分给 Goldman Sachs。 人家分 market rate 最多是2%，他很慷慨，一分18%，哦，借100多亿 ，commission 15亿美金，还有那个肥肥冰城来的，那某丁丁拿了7亿美金，你说，哦，部长上去 DV 三度，这个 RDM Rehat Tunggumadi， 人家问他 Jolo， 他说他不认识，然后他说 Jolo 跟 MD1MDB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钱你会拿7亿美金给他，他说没有关系，这种就是广东人讲的“恶鬼是老虎，骗鬼是豆腐”。所以各位 ，1MDB 不是小事，是大事，而且是全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丑闻。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 1MDB 不关你的事。第一，我刚才已经讲了，他的债务十之八九是由政府担保。 政府担保的意思就是，这间公司账单不能还，就要由政府来还。政府还就证明人民要还。One MDB debt, most of it is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If this company go insolvent, the government have to come and pay for it. And it's not Najib and Rosmah going to pay. You, me, I, Ali, Achong, Mutusami, Muhammad Ali, semua kena bayar. 你看啊，今天啊，整个新山那个 money changer 换钱换到没有断货，因为马币跌到捞晒到 2.75 了。马来西亚还没有，今天啊，那就跟新加坡真的好像感情厚到北漂洞，知道新加坡过2个月要庆祝国庆50周年国庆，就先送一份大礼物给他，让马币捞晒新币大大。哎，这个钱一落，对马来西亚人影响非常的大。 多我1块对3块，以后新山的老板啊，哦，你们可能不要紧啊，我们上面的州全部惨到完了，年轻人一毕业找不到工人，全部去新加坡打工。为什么马来西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原本是属于天府之国，马来西亚我去了这么多地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马来西亚。我们交锋野语，得天独厚，资源丰厚，啊，多元文化。 土地肥沃，没有一样这个国家比得上马来西亚。没有天灾，只有人祸。可是我们一个好国家，没有一个好政府，我们一个好国家选到一个烂的政府，所以才管到我们这样。所以政府做不好，我们就换人做。你看人家新加坡，新加坡其实一个很烂的国家。 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对不对？除了有阳光和海水，新加坡还有什么？但是新加坡没有养废材，新加坡重用人才，马来西亚是专养废材，所以最后全部变木材，出口木材，然后给新加坡，然后出口到全世界。上帝给了新加坡阳光和海水，带来了繁荣与富气。上帝给了马来西亚石油天然气。 国政却给他欠债7000亿，这就是一个政府好跟一个不好的分别。新加坡
哦，所以我说啊，今晚唱一首不见歌给人听，因为我们去到哪里，听到看到马币这样捞晒，我人死得无边的灾民，人是讲福建话讲啊，哦，无讲无人知，讲了真歹势，人的泪安尼湿，坎坷无人知。你就会觉得原来马币是这么小。我们一个这样好的国家，应该是我们一块钱换新加坡两块钱，不是我们两块钱换他们一块钱。因为我们马新分家的时候，50年前新加坡还没有被马来人踢出去的时候，马币是一块换新币块一，对不对？那时候我的爸爸还说要买便宜东西去新加坡买，因为我们的钱比新加坡大。可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李光耀走了，但是他证明李光耀比马哈蒂好料。李光耀懂得管理经济，把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去年伦敦、纽约，新加坡第一次超越香港，成为亚太第一金融中心。就是重用人才，人民行动党懂得用人，所以今天新加坡成功。马来西亚政府不懂得珍惜人才，专用废材、脑残的部长，所以呢，这一些今天造成这样的后果。你看新加坡，人家的大学，马大和新大过去是双胞胎。102年前，马大、新大共用同一个校园，当时马大的排名在亚洲是10大。每一个人想看到能够进马大，都感到光宗耀祖。可是50年分家过后，今天我们看全球世界大学排名，新大高居世界第25名 25 in the world， 不是亚洲，亚洲新大排第二、第三，日本、香港就到新大。马来西亚的大学，从前我们找大学的排名，拿那个诺基亚的手机小小的荧幕你就找得到，后来呢要用三星大一点的荧幕找得到，然后呢你要用50寸大大的那个三星 LED 的 TV 找得到，将来你要拿这么大的荧幕才找得到大学的排名。因为现在你找前面的200名已经找不到马来西亚大学的排名，是不是以后要用这么大的荧幕才可以找到，从上面找下来哦，很难找得到。但是如果没有换政府，很快你找大马来西亚大学的排名，从下面找上去，很快就找到了。所以各位，我们不是没有选择。We are Malaysian. We believe Malaysia is for Malaysia. We deserve better. If this government tak boleh pakai, kita bungkus kasih dia masuk dalam laut China Selatan.Demokrasi rakyat kita, inilah arti demokrasi sebenar. Suara rakyat, suara keramat. Rakyat adalah ketua hakim negara. 由不得法官来讲，人民才是国家最主要的法官，由我们来判。所以各位，我这样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现在拿件做到神人烟鬼鬼叫。人家说现在就 CSD 来的，我们鸡叫做到鬼叫，早上鸡叫，晚上鬼叫，你早上做鸡叫到鬼叫做不接，钱不够用嘛 CSD 来。所以啊，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的精神病院，那天去拜访红毛丹精神病院，你知道去丹中南部丹精神病院每个都不正常的嘛，对吧？所以他做出的举动很多都不正常，所以这精神病院的院长就带他进去参观，他的什么病人全部排成一排，看到那句全部就一路那句一路那句，哇，那句越走越爽，后面人讲的家老无方，哇，那些神经病的看到他都走，哇，一路一路那句一路那一路那句一路那，突然间走到前面有一个什么反应都没有，死死站在那边，哇，那句西北别送，他就问精神病院的院长，为什么全部能看到我？都叫 Hido Hido， 这个什么反应都没有。那个精神病院的院长很不好意思，小小声跟那句讲，其他的都不正常，这个今天比较正常一点。
所以如果你还看到还有人去支持那届的那个应该都是报名准备去红毛丹精神病院，对不对？啊，你们讲对啊，我没有讲不对啊。我告诉大家，纳金从2019年上来，他做了什么好事？我今晚上就给你一个万字，明天一定开头奖，7444，7444，为什么讲7444？ 安华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们国家欠900亿，那时候行动党已经鸟他鸟得很够力，所以呢，安华给行动党监督了，不敢乱花钱。他在巫统的时候，还曾经在国会提成了一个有盈余的预算案。但是在98年，发生了一件事，安华被马拉蒂砍了，回家重伤番薯，还去苏埃布洛酒店度假住了6年。 在他放假期间，哦，这个苏埃布洛的酒店住6年的时候，马哈蒂做财政部长。马哈蒂也不是什么好人，那个是百家宅加庆。那你如果你有看当年的港剧，哦，庆王之王罗斯海，千王之王罗斯海，就是老马。今天我看到老马被警察赶下台，我是无比的爽快，心中很凉爽，因为我想到当年。 我们在台上演讲，也常常被警察抢麦。今天看到老马终于有这样的一天，这种就是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就是时辰到。他当年人家说，种因得因，种果得果，种番薯不可能得榴莲，种木瓜不可能得红毛丹。 马哈蒂怎样搞反对党？怎样抹杀人权？废除司法独立？今天他终于见识了。今天到警察跟他讲：“马尼，土伦吉格迪达，萨杜杜王，一个大家。”Banyak shock hari ini hati banyak susu tau, susu liang liang. 但是我跟你讲，最好纳吉不要下台，继续拖到最后2018年，让纳吉带着巫统一起陪葬，一个埋在富贵山庄，一个埋在孝恩园。大家说好不好？那纳吉上台做了什么？第一，他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借钱，借钱，借钱，欠钱。 然后借借钱，时间到了不够还，又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债，钱借到不够借了就去找阿龙，阿龙不够了就打老虎，你知道打老虎什么意思？天天就是做借新债还旧债，这个官到期了就去这间借，借了来填这个洞，这个洞就越填就越大。马哈蒂下台的时候，从980亿国债增加到2200亿。 那时候已经很严重了，然后马哈蒂下来就选了一个开会一半会睡觉的阿杜拉布大会，阿杜拉布大会是什么都不会了，但是他人不会太坏，他至少哦除了开会睡觉以外，但是他也很会借钱，他做了6年，我们的国债就从2200亿变成3100亿，他也借了1000亿，你不要看他不会借钱，他也很会啊。 阿杜拉下来，我们欠3000多亿。哇，那就一来还不要紧，前脚走进来，后脚一个身材45寸，45寸，45寸，做一个头发也要1200块。其实人家讲我们的裸戏马伊犁头1200块，哇，很多小姐说很贵哦。其实我跟你讲不贵，他那里头那么难做，1200块便宜了咯，给你做。 金毛狮王才有的，那个头收1000块不贵，啊，他呢两公婆一来，哈，马来西亚注定国有妖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今天那这两夫妻一坐进来，2009年到今天才6年，我们的国债从3170亿飞到。 5869亿，然后还没有完，不要拍手，还没有死的惨呢，现在死一半罢了，脚断一条罢了。
他还去外面帮人家，包括 OneMDB 担保了1575亿。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国会问的，那就回答我了。所以5869加上在外面担保1575亿，总共就是7444亿。他怕你死得不够快，借钱都要看 lucky number。7444亿除给2800万马来西亚人，每一个人那就借了，我们要帮他还，每一个人要帮他还2万多。你家里3个孩子，一家五口，某丁丁就欠人家100多千。如果你的家买子孙满堂，好像安哥这样，看你一定夫妻很多，三代同堂。如果有20个人在家里，你的某丁丁欠他400千。各位，这不是开玩笑，你不关政府，且他继续这样做下去，他每一年就欠近三百多亿，对不对？6年里面3000多亿变成7000多亿，你自己去想。再给他做下去，台湾歌手张雨生有一首成名曲叫《我的未来不是梦》，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债10000亿不是梦，很快就会实现。不要让美梦变成噩梦，我们只有一条路走，让国政来届大选成为马来西亚的万年反对党。第一，他乱借钱不要紧；第二，他现在来一个，没有钱了吗？没有钱一定要还，对不对？怎样还？想来想去，终于给他想到 GST Government Sugar Depot。 哇， GST 来这事情就大条了。你看新山的照货店老板都看不开，跑去自杀。其实山南上北都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新山照货店老板跑去自杀，我们碧丽州安顺的药店老板也跑去自杀。哦，不管是北马南马，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受 GST 所害。 GST 一来，搞到大家乌里丹都流畅马中。哎，你看我随便问，我去问 Custom Officer 他都不会答。他说鸡蛋没有 GST 对不对？鸡蛋没有 GST 吗？但是很奇怪，我咸蛋也没有 GST 吗？可是皮蛋有啊，难道皮蛋不是蛋吗？哦，他说因为皮蛋有加工，这样咸蛋没有加工吗？哦，咸蛋也有加工吗？为什么这个蛋不是蛋？是不是鸡蛋咸蛋？最后你是王八蛋，只有王八蛋不用抽水啊。你说鸡啊，不要讲鸡蛋，阿鸡公，我们讲鸡，鸡也没有说消费税。但是如果你拿鸡腿哦，擦一点咖喱粉下去哦，那么咖喱粉的鸡腿就变成阿亚玛，阿亚玛就有 GST。所以这个鸡不是那个鸡，那个鸡不是这个鸡，搞到那些有读书没读书的人不乱到玩，对不对？新加坡的 GST 5个坤，马来西亚的 GST 25个坤 ，The most complicated GST in the world is in Malaysia in the BN BODOH Bodoh。他说啊，一开始他来了 ，GST 要收6%，我们行动党跟他讲，马来西亚的人民收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你要做可以慢慢来。新加坡歌手梁文福也讲，一步一步来，不是一下来，乱乱来，捏捏来。新加坡当年实行的时候，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我们5倍，他来收3%，日本也收3%，台湾收4%。到了10多20年后，新加坡今天才挣到70年后的事情，那个是20。我们什么都没有比人厉害，拿人民来开刀就最厉害。新加坡开始的时候收3%，我们是数人不数地，四都挨边，一收3%，另外收6%。你一来就6%，谁可以受得了？不是一样东西，是包罗万象。啊，你不要以为说小的时候你去，如果去英国，人家儿童的书、儿童的童装、奶粉全部没有 GST。 马来西亚不管你男女老少，不管你白头发、黑头发、没头发、光头的，全部含巴拉撒到完。小孩子吃的奶粉也收 GST，
大一点点包的妈咪不够啊，那个喂那个尿布也收 GST， 儿子大一点买底裤也收 GST， 女儿大一点点买那个卫生棉也收 GST， 女人啊每个月来月经已经够辛苦了，政府还怕你不够苦啊，来一次就收一次了，用一次收一次，以后你每次月经来就想到国政够力够力你看。孩子读书，学校课本没有收，去外面买课外书也要收 GST， 这什么政府来的？什么以民为本啊？不要紧，大一点点，不好了，买车收，买物收，一路收到完，收到有一天啊，你说死了死爽了啦，死了算了，哎，死了政府也不放过你嘞。如果你死了，你请那个南摩楼来，南摩楼来不是有那个每天晚上，嘟嘟嘟，滴多咯，滴多咯，点点光。掉不垮，有没有？有。那摩罗也收6%呢。改天买棺材啊，送进富贵山庄，买不起一块地，哎呀，烧了算了啦，一个骨灰塔，那个也要收6%，是不是死都不放过你？所以我同你讲啊，只一啲啊零米，你就系啊鸡叫做到鬼叫啊。所以呢，如果明年之争，我们将会重新检讨这个政策。多多谢啊！要确保增加下一届多数票超过10,000票啊，可以不可以？各位，不只是南京来一个 GST， 他讲的话，人家说一个领袖可以不可以靠得住？你看他，观其言差其行。如果他言而有信，讲到做到，就是有料到。You want to see whether a leader can be trusted, whether you have confidence in this leader, you judge him not by what he said.But by what he do. You look at Najib. What Najib promised us, he promised, he made a lot of promises, sweet promises, empty promises. He promised us to repeal, abolish Sedition Act. Did he do that? Ile puji. Right? Are you right?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money. Have you? No.他答应我们，拿进步啊，讲到极好听，上电视现场转播。哦，就提着几个，大家把这三台小龙门打回来呀！还要门战绩，阿甘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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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手干阿大哈孙丹，哦，这不得干，你都敢说高定义什么？这不得，喂，你都嘛，你都拿去，啊嘿个，战绩不干，你打你的把地，战绩你咋把地？咋把地？阿达，咋把地？打了一来不进。Najib lagi janji apa? 他说：哇，大选前还记得吗？还记得吗？505之前，哇，那届过年的时候我们爽到不得了。那叫华人啊，哇 ，PLP 不是 BJK，PLP 是搞喇叭。哇，那 PLP 那看到那届穿唐装哦，上电台哦，带买儿子，为了骗华人票，儿子连名带姓。他说他带小孩子，儿子上电台，我的儿子名字叫做姓纪名平，我是纪平，那是银川史纪平哦，有没有？有没有？还记得没有？啊，大选前不是没有？哇，上电台，那是银川史纪平哦，在那些半咸不淡的华语，哦，为了骗华人票，他的儿子名叫 Rajman， 比那纪都可以改名字叫姓纪名平，好料吗？这种是不是老千？是不是老千？老千都是这样的吗？不是呗？哦，然后不要紧，哇，穿唐装，全马来西亚都看得到那件穿唐装，拱手告诉大家恭喜发财，有没有？可是他那个唐装穿来穿去，好像怡保棺材店穿那种，那种寿衣啊，怡保欠街啊，一条街系专卖棺材嘅，棺材佬最中意嗰套衫。台东有精兵，有钱人嘛，有水人。大选前，他还跑去董总办团办，马来西亚没有一个首相去，那就可以去。哇，去到董总那边，哦，魏家强带出去。哇，你看我们首相多么英明，多么开明，马来西亚找不到比多金更好的首相。哇，拍烂首相，然后跟董总讲，放心，如果国政赢了，我们就会承认独总统考文凭。哇，董总那些老伯伯虽然书读了几十年，可是还是人太好，看到那些这样玉树临风头发白白，真的以为圣诞老人来了，真的相信哦。
啊，你看首相极好啊，还跑出来我们的团拜，答应承认统考文凭。今天统考承认了没有啊？宽宏图中的文凭可以用了没有啊？我们把统考当宝，国政把它当草，我们把它当成文凭，国政当成卫生纸。所以家有独中生，这一票打死不能投给国政。明年已经宣布，我们做政府马上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制度化建华小，制度化拨款给独中。我们讲到做到，槟城已经做到了。我刚刚打给林冠英给他恐吓，6年里面林冠英拨给华小独中已经拨了5400万，每一年拨不用愁的。槟城4间独中每年200万，时间一到过年前每一间独中500千，时间到直接州政府 bank in account， 爽不爽？每一年啊，不是给一次啊，不是大选才给啊，是每一年都给，现在已经给了7年。你自己想，1年200万，7年当天独中都拿了1400万，是不是？是不是讲到？是不是做到？是没送，我没送。啊，现在回几牙没送，回几虎牙都没送。啊，华小也一样，雪兰莪也是一样，雪中也是一样，不用讲的。时间到，每一间500千，呼就进过来看，而且是真的有收到钱那种，不是讲讲的。啊，我们霹雳州虽然只做10个月，10个月我这边都有办法给独中2500亩的地，给他独中以地养效。罗富州做了58年，做不做的呢？无啦，有没有？罗富州有没有？不，登把鬼。因为要换新政府来走，所以各位，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南京答应投稿又没有，然后他又答应我们什么？他的另外一个空头支票，他说：“这个 grow join my national government， 啥也证明，哈哥格雷格阿甘杜鲁尼第一个不如布鲁斯，有没有？有啊，他的竞选宣言讲呢，国政营马来西亚的汽车降价30%了。”Mercedes 300千了，变成200千了，妥协呀，600千了，只卖你300千了，400千有没有？五波，你慢慢等哦。马西波，南京人答应我们什么？他说：“几个马里山的兄弟们呢，哈哥米亚打了来，有没有？”他说：“国政营油价不会起，赢不到2年。”那天4月1号，那天6月1号又起了，废除所有的津贴，给人民的全部废除。百糖津贴废除，汽油津贴废除，钱去了哪里？废除了一点钱呢？你要问他，本来是给人民打油有的享受的吗？现在没有了，钱呢？是不是帮我人民币还债？啊，讲不出来。所以，当一个领袖每次言而无信的时候，这个领袖是没有救的。所以我再讲一个故事你听，这个是医院的，有一天，首相部长开会。开完会的时候要赶去一个地方，哇，全部飞车，突然间飘，车祸惨了，哇 ，DVD 跟 RDM 全部来，去到医院 ICU 的药房，记者都很紧张，很紧张，就问到底怎么办，首相有救吗？医生说，啊，是的，不救了，副首相有没有救？哇，记者又问了，首相说，那个医生，副首相也没有救了。部长有没有救啊？部长也没有救了。我记者说：“这样到底怎么办？这样到底谁有救？”那个医生突然就很开心：“马来西亚有救了。”首相没有救了，副首相没有救了，部长也没有救了，这证明我们有救了，换政府就对了。各位。讲之前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因为我知道大家听半夜场每次都是听最后一个呢，一定要有一点 entertainment、不然呢，有一天Najib Rosman跟马阿丽突然间他们言归于好，哎，三个好起来了，
就坐 helicopter 去哇去顺中和加亚伊斯坎达。马蒂讲，哇，你看我们国家几好，我只要拿1000块丢下楼，他说走后的人很好骗，我拿1000块丢下去，那个收到钱的他就开心，就会投票给我们了。Rosma 的数学比马哈蒂更好，哦，那这也不错。那就说，那不，你给1000块一个人开心，我拿1000块出来分成2张500块的，我丢2张500块的下去，两个人吃到，两个人开心。你只一个人开心，我两个人开心。Rosma 很多钱的吗？那 Rosma 拿出来10张100块的。你也是1000，我也是1000，你给1张2张，我给10张，他从 helicopter 上面丢下去，你看，10个人收到，10个人开心，你们那里有我厉害，我做首相比较好。那个叫 helicopter 的不用了，你们其中一个跳下去，全马来西亚3000万人全部人都开心。今天的马来西亚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给了国政58年，就好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的肯尼迪讲，不要问美国给我们什么，要问我们曾经为美国做过什么。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独立了58年，是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扪心自问。我时常强调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精明，政府也精明，人民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冷漠麻木，这个政府也可以一样。所以要政府好，人民本身要先提升我们自己的素质，懂得选。你选女婿都懂得很用心的叫你女儿去选，你选政府不只是比选女婿更加重要，因为一个好的政府不只是影响你自己，而影响你全家，影响你的后后代代、世世代代。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在目前这个政局，大家不要灰心，可能你看到民也有本身的问题，回教党的问题等等，但是我告诉大家，就好像西游记的唐僧要上西天取经，取经路途中总会碰到百步精，也会也有蜘蛛精，还会有牛魔王，对不对？取经的路程要上西天，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明年要入主不成，路途中也是肯定会有风风雨雨，肯定也会有起起伏伏、起起落落。最重要的是，我们抱定宗旨，让马来西亚能够改写新的政局，打造2县制，实现政党轮替。这才是我们作为国民在这个时代应该负起的重大使命，打造2县制，实现政党轮替。如果换了政府，明年做不好，你选回国政，给明年5年，5年做不好，换回国政，国政做不好，换回明年，这才是民主国家，人民当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过程中有一些波折，对某些人失望，或者对某个政党失望。在这个时候，马来西亚必须要朝向2县制的情形去发展。没有2县制，没有重新洗牌，那就下台，政府没有换，政策一样不会改变。你要改政策，只有换政府。所以来届大选，改朝换代，莫再等待。改朝换代，为下一代。改朝换代，就是现在。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有请。